大乘经看多了就知道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有缘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佛法，特别是遇到经宗法门，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所修集的善根啊，无量劫的修行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。这个结果，无量劫修行的结果，这自己清楚啊，自己明了啊，这很可怕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无量劫之后呢，大概还跟今天差不多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一投胎一轮回呀，前生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。说老实话，就像这一生一样，一切呢都要从头来起。啊，好处，那可以说是善根福德深厚，遇到这个法门。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那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。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修佛的有多少，修行人有多少，几个人遇到这个法门啊？几个人能够相信能够接受这个法门，这就明了了啊！我们过去生中啊，比他的善根福德深厚啊，遇到了。他们没有机会遇到啊，遇到他也不相信啊。这就证明我们的善根福德比他深厚。但是要想想，这一生错过了，无量劫之后，我们的成果啊，大概跟这一生差不多啊，我们的机会必定也会遇到这个法门啊！遇到这个法门，再不相信，再不接受，那就无量劫之后再加无量劫，生死轮回太苦了啊！何必去受这些冤枉罪呢？这是诸佛如来啊！为什么要劝勉我们？世尊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。